下！慢着！带球！我们在跳你！住手！啊，好久不见，白大小姐。像你这么漂亮的美人儿，就别多管闲事儿。你们不要仗势欺人。自古都是英雄救美，就没见过美人救狗熊的。说人是狗狗熊了，还嘴硬，继续打。大家快来看啊，江城守备的儿子大庭广众之下欺压百姓，还有没有王法？今天给你一个面子，停手。你们两个不要再让我碰见了，见一次打一次。走。别让你看到。欺负我今天没拿刀啊。你们俩没事吧？还有我这大场面呢。八十一门掌门，十三省总镖局总镖头，都是浪得虚名，不过如此。师父，是你，洪日新。好师弟，没想到我还活着吧。好，好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既然你来了，那就把下半部九阳逍遥游救出来吧。痴心妄想，你这叛徒，打你！哎哎哎哎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山水青青，草木阵阵，春来冬去，放肆放生。夜旅歌，大道流行。Ugh.
你没事吧？你有我，不有你。爹！啊！啊！坤儿，别去！取天下财富又有何用？坤儿，坤儿，坤儿！三皇祭鼎，一阳可以化尽逍遥。是如何练到逍遥游第十层的？是责任与爱。责任？
害。